好，我们来测试X80防守阵功能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标准跟地平线防守阵。当我们开启这个地平线防守阵，然后按下录影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无论我怎么侧翻前后晃动，它都可以保持画面的平稳，甚至我整个手机拿起来360度的旋转，只要我的构图不变，你看这个画面都会非常的平稳。好，我再转一次给你看。好，就是这么稳，感觉又进化了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